贾克伟的 W， 他这个名到底是不是贾克伟啊，兄弟们？人家到底是不是读贾克伟啊？礼貌一点，别给人名都念错了。高楼巨塔就像一颗颗蛀牙，注定会崩溃。哇，好预判！哇，我这里扛不住，我吐了。那多兰顿都能打这么多血，有用打刺激像狼人一样啊，控住就走。曾经历史用尖牙和利爪书写的。哇，我炸了兄弟，哎呦我吐了呀。冰稍微的清一清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就算少了几个骨头。这里被驯化了，我要野化它。最起码镀层少掉一点。他娘的，这把的思路就有问题。我符点了个发育符，然后出了个多兰戒，要打发育的，上去打了一个玩命玩法。这打死人头还挺爽。你们是神，最长的预言还有何谈？大招这么快啊，我靠，我走了，塔给他单吃。他换好这波也不赚，他等于用命换了一座已经没有多少血的塔，然后等于是他吃了一个镀层吧，等于他用命换了一个镀层和一个塔。哎呦，我这把真的是怎么想的，前期他妈的带了一个发育符过去跟别人刚，像个脑残，而且我打万豪怎么会点个生命值出来的。丢人呐，咱打顶流局
顶级局，流量也不低，天天一天到晚一副这混子样，这哪行去啊？我的 Q 怎么拍到了对面的寡妇身上啊？不过显得好像很帅啊，这波兄弟，这波看起来极帅，就像打了寡妇拳，一个弹跳跳起来，朝对面的色体一个身上坐下去了一样。就看起来很帅，但实际上我不知道我的 Q 怎么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我刚刚，其实我正常的话我是不可能把 Q 开过去的，因为一旦我闪现这个 Q 完寡妇，然后我再R过去杀色体，一旦对面的星妈奶 CD 好了，我不知道他到底点了几级的 W， 他奶一旦 CD 好了，灾难片，我进去像个傻贝塔，兄弟们，你能想到那个画面吗？顶级傻贝塔脑瘫入场，直接金身啊！来下一件，没啥发育，赏金倍儿高，真菜。鳄鱼没血手呀，鳄鱼也没有闪呀。这波晕了一下，帅极了！我说真的，我这里晕行吗？究竟关键，哇，这能漏炮车呀！兄弟们，你们拼的信号让我去带上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不能赖我呀，我他娘的不能活得跟个裤衩子似的，谁放的屁我都兜着呀。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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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和平。没别的，我就对着你干。fuck， 咬不到星妈，哎，我真酷了，我没咬着星妈，我咬着星妈就好了，我不该卖这么深的。没星妈的视野。那没事，我这把捡人头纯捡起来的，我都傻掉了，兄弟，我纯捡人头。
恩简，走到哪里的哪里有饭吃。我这把过得像个大熊猫，你知道吗？退潮。